大家好，到了六合彩的时间啦。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由我蔡国威和大家主持138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首先看看投注总额。今期的投注总额总共是有5608万，由于连续三期的头奖没人中，所以有累积多报奖金2290万，而投注总额的15%，亦即是84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搞珠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就今晚的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有唐若峰 BBS 太平绅士，以及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中石溪长洲安老院有限公司主席黄柏源博士 BHGSA， 欢迎两位，一起了解一下受惠机构。中石溪长洲安老院有限公司是一间非牟利的服务机构，在1969年开办第一间安老院，是一间多元化的长者服务机构，包括安老院、护理安老院、长者邻舍中心以及长者日间护理中心等等。宗旨是本住老者安之之意，致力为长者提供适切及优质的服务，使到长者受到尊重和得到适当的身心照顾。机构得到各界善心人士继续支持长者服务，惠及各长者和院友，直此致以最衷心的谢意。详情可以浏览该会的网页或者是致电2981-0072查询。好了，今期六合彩即将会举行了，大家电视机荧光幕那里都会见到一部六合彩搞珠机。1至49号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之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即刻可以开始第138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第一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3号 ，first draw number is 43。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8号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8。三个搞出来的号码是27号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7。第四个搞出来的号码是38号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8。搞出嚟嘅号码系37号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7。第六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5号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5。一个搞出嚟嘅特别号码系40号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0。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经系顺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啊，分别系有27号、28号、37号、38号、43号、45号，而特别号码系40号嘅。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六合彩结果或者头二三奖嘅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5288，又或者可以浏览马会立彩网页噶。咁节目时间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唔该晒今晚嘅两位监场嘉宾，包括有唐若峰 BBS 太平绅士，以及咧就系黄柏源博士 BHGSA 噶。咁多谢晒两位。喺度提提大家啦，喺节目完咗之后嘅大约15分钟，咁大家就已经可以开始购买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预祝大家好运，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见啦，拜拜。